你被炸到。拐到弄吧，我叫。回答。好吧，我叫幺幺高。爸爸，注意安全。那个，我关了。拐到，拐两下。你有办法开门吗？上面一直在冒烟。你可以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吗？三到四高。一楼有人受困，一楼有人受困，铁门后面。一楼铁门后面有人受困，铁门对，铁门。那个。我们消防队过来了。这里有人受困，里面有人，现在里面有人。刚接获民众报案，有某店面发生巨响，我们立即前往查看。到现场后，有民众在店内呼救，并发出阵阵浓烟。我们立即通报消防队前往，并与消防队联手将该名男子救出，并送往医院。目前该名男子状况稳定，后续将由消防调查科接续后续调查。